哎，女朋友又坏掉了呢。来重新定一个好了。自由度呢，当然要 100% 啊。信任感也要 100%。不干涉交友，这绝对是 100%。哦，送货到了。哇，送货快速，值得五颗星好评。Hello， 我的100%完美女朋友。はじめまして。私はジュジュちゃんです。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你别跟朋友唱歌唱得开心点哦。你大概几点回家？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餐吗？当然可以呀、啊，我是要赶回来跟你吃晚餐，不然我会想死你的。我也会好想你啦。哎，100%的女朋友果然不一样，她不会不准我出去玩，还乖乖在家等我吃饭。嗯，赞。嗯，都九点了，不知道她吃过了没？跟谁吃？妈妈吗？多谢晚归，外面有没？哎，等，我这关还没打完，打完再跟你聊哈。嗯，无功无功，同床异梦。你在跟谁聊天那么开心啊？没有啦。哦，一目反盖。嗯，我要去大便了。你大便干嘛带手机？没有啊，玩游戏嘛。嗯，私聊不明，必有奸情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以每秒87000千米高速运转的脑回路极快的意识到，如果再按照 baby 设定的模式，就会眼看放任他玩游无度，不知珍惜身边的人。我也很想要不要管那么多，可是他做的一切都在破坏我们的感情。我爱他，于是我以20马赫的速率做出了决策。我看你是在没聊天吧？我不是说不能有女生朋友，但你这样鬼鬼祟祟就是有问题呀、啊！每天就是要跟朋友混到3更半夜，一回到家就玩游戏不鸟我。我就让你那么无言，那么不想面对嘛。如果回家想安安静静不想分享，如果不想有人管你的话，干嘛要跟我在一起啊？又坏掉了。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。每当我为你抬起头，连眼泪都觉得自由。有的爱像阳光倾落，边拥有边失去。